牧师生活是人人的伊斯兰教的模范，一切遵从权贵安乐认识谁的主安乐在公元经中说希望进主和末日，并且多多纪念进主日。你们有事实可以做你们的有良模范。我见生万物非主唯有安乐独一无偶，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仆人及其使者，求阿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圣门弟子和他们的众人，直到报应日。阿拉却已派遣他的使者穆罕默德为见证，为报喜事，为敬高职，为奉人主之门饶人于人主之，为灿烂灯明的牧生的事门是无所不包的，它符合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伊斯兰旧法与世长存，绝不过是因此牧生在语言和行为方面是认真的伊斯兰教设想中的模范。我们认为日食不足为奇的，因为穆圣的道的就是古兰经的道的，他一生都在实现热一纲领。有人请教阿伊莎穆圣的道的是什么，他说他的美的就是古兰经，毫无疑问，认真研读穆圣的传记，就会发现穆圣为他的民族和所有人类在语言和行为方面做出了最杰出样板。他的认真和诚实为大家公认，广为流传。甚至人们都称他为诚实可信者。阿布苏菲安曾告诉他说，罗马传帝希拉克赫拉克白人来邀请我当时政治使者，与我及古来氏族中的美土沟赫什奇赫拉克里文有此人权的道歉，你们可曾听他变换过？我回答没听过。希拉克问他曾爽过月吗？我回答道没有，但是有一段时间不知他在做些什么。我除了说此句话外，再也找不到污蔑圣人的话。前途之一，穆圣为他的民族和所有人类在心理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虽然古来世人把将他逐出境外，并伤害他，但是穆圣命令阿里随后出发，以便把受信托的事物交给其主人。为了迷惑古来圣人，他让阿里穿上他的衣服，这也就睡在他的床上。伊斯兰禁止欺诈，正如安拉所说，如果你怕魔部落不忠于明月，你就应当公开的把他们的名誉惹害他们。安拉确实不喜欢欺诈之的。穆圣说，信赖你日当警告，背弃你日无为于穆圣为他的民族和所有人类在众生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
牧师说，任何人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却也报答。为阿布巴克除外，他对我们的帮助，安拉将在复生日报仇。他对妻子哈迪格非常忠诚，他以及记得哈迪格的友谊表现。慷慨囊解国人的历史，以及他做出的各种牺牲，他在世时牧师委屈过其他妻子，这都体现了对妻子的忠诚。牧师曾在圣训中指出哈迪格的地位，他说：“安拉每次我被他更好的妻子，当人们不幸时，他归心了；当人们不相信我时，他下心了；当人们抵制我时，他慷慨相助。其他妻子为生育时，安拉恩赐我，让他生了孩子们。爱伊莎的传出，他说：我从来没有像妒忌彻底和那样嫉妒过任何一位神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他经常提起他，有时他在这样，然后将他分成分，再派人分送给哈迪格的圣前好友。牧师对非穆斯林非常忠诚，拜德热议。牧师曾对拜德詹夫说：希尔瓦穆图穆图伊穆宾阿迪穆萨比布奥代，他替日本人谢我求情，我定会看在他的情面上出访他们。牧师去了穆塔姆伊布奥代一起去到麦加。战争时穆什对敌人非常忠诚。霍塞法伊布尼亚曼说：我不参加拜德战役的原因是我和阿布霍莱拉出去，但古莱申的异教徒刚上我们，他们对我们说：你们去找到穆罕默德吗？我们说：不是，我们是去麦地那。他们得到我们之去麦地那不与穆圣参战的保证，就放过了我们。我们见穆圣后向次告诉他时，他对我们说：你们去吧，应当履行他们的约言，救助于安拉。穆什为他的民族和所有人类在善待妻子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穆什一直善待自己妻子和他们，互相哀悦，互相怜恤。因为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你们当善待他们，所有他的一种吉祥是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北欧，以便你们依恋他们，并且使你们互相哀悦、互相怜恤。对于能所谓的民众，此中却有许多吉祥。穆什不仅给妻子教舍造位，还和他们一起玩，和爱客亲的对待他们，给他们带来快乐。这完全体现了穆什善待自己妻子。萨菲亚跟安拉的使者一起履行他慢慢做，在穆什的旁边吃苦不止。穆什用自己的衣为脚泪擦他。穆什为他的民族和所有人类在对待儿子和子孙方面做出了
最杰出的榜样。他和他们一起玩，和蔼可亲的对待他们，给他们带来快乐。爱是全书我未曾见过，谁比法蒂玛在庄重毛绒甚至走路的姿势方面更显目神。法蒂玛每次前来目神都迎上前握住手亲吻，让他坐在世间的位置上。牧师每次去法蒂玛那里，他也迎上前握住手亲吻，让牧师坐在他的位置上。阿布霍莱拉传出牧师亲吻了哈桑·伊布纳阿里，当时阿克拉·伊布纳哈比斯·阿塔米米在牧师旁边。阿克拉说，我有十个孩子，从不亲吻过一个。然后牧师看着他说，凡不疼爱他人者，绝不蒙赐名。牧师领我们做小礼，特别是哈桑。牧师走到前面放下哈桑，然后念分克布拉如拜。礼拜中间他的一次口头诗时间很长，我起头发现牧师口头诗孩子们仍在他的背上，我又恢复了口头。礼完拜后，大人们说，按了的事实啊，礼拜中间你的一次口头时间很长，只是我们也会发生不次，或你受到其实牧师说这些都未发生，但我的孩子骑在我背上，我不愿口吐短促，直到他自己爬下去。牧师不仅善待自己儿子和孙子，而且善待所有人。乌萨马·宾·赛德传出他说，牧师看见了哈桑和胡赛因说，如果我爱他俩，你爱他俩吧。Anas 传说我在麦地那待奉牧师十年，由于当时还小，各方面还达不到牧师希望的那样。可是牧师从未对我说过被讨厌，从未对我说过你为什么这样干，你为什么不这样干。牧师为他的民族和所有人类在善待弟子们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牧师一直感受着他们的痛苦，怜恤他们，寻找他们中学习的人，善待他们，看望他们中的病人，参加他们的病理，答应他们的邀请，与他们商议公事，温和的对待他们，对他们还亲自舞，为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向安拉做祈祷。在麦克布哈尔传述我问嘎贝尔，你和牧师同坐过吗？他回答说，是的，经常同坐，牧师不曾离开做真理的地方，直到太阳出来。太阳升，其实牧师展翅立之哈。他们曾一再贪乱妹妹时代的行为，他们出日消失，牧师看着他们也消了。我说了一声这些，就安拉老说，和你们一切赠送传归安拉，容是谁的主。我见证万种非主，唯有安拉独一无偶。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各位穆斯林，
牧神为他的民族和所有人类在道的和众生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人人研读牧神所面临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法就会发现伊斯兰教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是众生的爱舍的传输。他说：“安拉的使者从 不选择两世无间日罪一做的，只要不是犯罪行为。若是犯罪行为，他总是离得最远。先知说：“的确，宗教是一心的，不能苛求自我，否则无法成熟。所以你们坚持十种两立而行。” 你们应该乐观、接受、挽救、相助。为了保持众生，牧神曾严厉警告过极端信仰。牧神说：“你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不要过分。你们之前的教门就因宗教中的过分而遭受了毁灭。我们放下牧神的 教导是非常必的，应该遵循他的所有行为。因此，我们要以智慧、善言、温和的方式传播安拉的见识的引导和国民的使命。伊斯兰使命是共生的、仁慈的、宽容心的、一心一心心的 和人情的使命。主啊，求你使我们热爱你，热爱你的先知，热爱接近你的血液的行为。主啊，求你使埃及和所有穆斯林国家国泰民安。”